见，拼卡。小伙伴们为了寻找高哥的探险背包，开始了探险之旅。四哥在路上发现了一辆露营车，他想独自占领这辆车，而迷路的拼卡却掉进了大坑里。就在这时，天上出现了大大的黑影。看那边，是大肚子怪兽。不是的，那是爷爷。爷爷。爷爷，吓我一跳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收到平卡很危险的信号，所以就赶过来了，险些出大事了。原来是这样啊。爷爷，他们是我的朋友们。哇，世上看到的爷爷。达达在信里也经常提起你们，很高兴见到你们。可是平卡出故障了。爷爷会帮你修好的，不要担心，我们先上飞船吧。还用力点儿，我也有自己的露营车了，再足点儿。是上坡呀，哎呀，平卡老这样出故障也不是个办法。也是，我留给达达的平卡呀，的确已经很旧了。真好呀。是什么地方呀？什么东西很多的样子。这里是探险车睡觉的地方，一起进去看看吧。哇！探险车们都在沉睡吗？这些都是爷爷的车吗？是啊，就是给勇敢的探险家准备的。勇敢的探险家是谁？今天终于见到他们了，勇敢的探险家们。我们吗？是啊，像你们这样勇敢的探险家必须给你们准备一辆探险车，今天爷爷送给你们了。真的吗？爷爷，我们也有探险车了。贾博士喜欢书，而且很仔细。这个车很适合你。这个车现在开始就叫智慧号了，随时都可以找到探险书的智慧探险车，就叫智慧号哦。哇，爷爷你真好。这次给你们看看别的车吧。看看，这是可以在水里探险的乐天号。他叫乐天号。和我的名字很像呢。这是谁的车呢？这是乐天宝你的哦。真的吗？那么最后一个是为充满好奇心的多达准备的多达号。达达，你跟爷爷来一下。是新的拼卡吗？这是不错的车呢。达达，我们换这个车，拼卡就不要了吧？拼卡已经很旧了，而且经常出故障，用新车去探险会更棒的。可是，
真是活的了，绝对不能放弃你的。哦耶！出发！呼叫热天宝，怎么样？真的好开心啊！等等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热天号试驾中，热天号试驾中。哦，对了，正在试驾中啊。对老实健忘的乐天宝来说，乐天号车载导航会帮到他大忙的，正适合乐天宝呢。这是什么？水中探险，水中探险。乐天宝，那个是在水里用的。杜大开车有点太快了，好开心啊！杜大还不太会开车呀。我有办法。杜大，你按一下那边的蓝色按钮。蓝色按钮是这个吗？车子绑在一起了，杜达号可以和平卡或者乐天号连在一起行驶。开车真不简单呀，不过实在太有趣了，又要开车了。你们还需要时间来熟悉探险车呀。是的，我们每天都会练习的。不觉得乐天号最酷吗？我的车子更好呢。不是的，独大号是最好的。刚刚没看到和智慧号连起来了吗？那个爷爷，我也试试新的拼卡吧。好啊，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爷爷等一下啊。你要好好的，再见了，拼卡。爷爷，我还是不换了，我还是喜欢拼卡。这样啊。拼卡不是一般的车，是我的朋友。拼卡好了啊！爷爷该出发离开了。这么快，好可惜啊！我也该去探险了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哦。是爷爷。对了，高哥的探险背包不要弄丢了。好的，爷爷再见了。再见。再见。是杜达。我干嘛躲起来呀？这是我找到的，当然是我的了。哼，去炫耀炫耀。应该会很羡慕我的。四哥，锵锵，四哥的超级房车在此，这露营车才不是什么人都能坐的。四哥，看看这里。这是什么？这些车是哪儿来的？达达爷爷给的。四哥去哪里了？四哥也在的话，说不定也能拿到一辆呢。不用了吧，四哥不是已经有超级房车了吗？这不是真的。是爷爷。我女
探险车。现在每个小伙伴都有漂亮的露营车了，那么我们来期待更加精彩的探险之旅吧。